What's in my suitcase? Yeah, 还有 What in my backpack? 哇、哦，我的头就跟冰箱一样，冷冻库一样凉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这个你要叫我带的哦。哎，这个你就说你非常的想带，对，然后行李箱特别的空，我们就带了。你看那些死狗得个。真的这个好用，你看我们的凉凉物品带了多少。如果你们要去大阪或是去哪里的五天四夜行李怎么整理啊？可以边看边 check 一下有没有带齐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们五天四夜的行李有哪些。我们要去大阪旅游，然后我们会在那里和我是老爸一家，然后陌生夫妻还有美希太太他们一起去大阪玩。那我们从东京就是五天四夜，我们准备这些行李，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 What's in my suitcase yeah 还有 What in my backpack。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大家按下订阅小铃铛通知，对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影片更新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OK。那我们就来先看我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看我的，来看你的。我的呢，化妆包、换洗衣服、换洗内衣裤。这个是过敏皮肤痒，因为你会荨麻疹。对，我会痒。然后我们带了非常多的消暑，这个是喷头降温、啊。你看哦，它负30度，喷上头顶之后马上降温。然后这个是凉凉巾，这个是抗 UV 的乳液，它擦起来不会厚重，不会黏。然后这个是喷衣服跟身体降温的，你看我带了多少。你知道大阪有多热吗？真的很热，大家要注意，大阪真的很热，好不好？这半边就这样子了。那这个包包因为太凸，等一下可能要放到妞妞那边去。继续介绍我的，这个是电线、行充，然后还有这个多孔的充电座，这个样子的。然后这一次我带了这个自拍杆，然后我还带了小的运动相机，这是我最近买的，很小一个，然后可以吸在身上，后面有一个那个，它可以这样吸着，可以拍摄第一人称。很多人拿来就是挂在猫咪的脖子上面拍，拍猫咪的第一人称给大家看的这种摄影设备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我还会带一只手机，就是现在我正在用的这个，因为我真的想要尽量的让我自己轻便一点，所以我就不带摄影机啦。然后这个是口罩跟滑鼠，这个是超级无敌重的 AC， 然后下面这个是笔电啊。还有雨伞也是很重要的，好，这就是我的。然后我的 backpack 里面有什么呢？它这有一个包中包，然后包中包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喷口罩凉的。我那时候说它很臭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还好，就是你不要喷太多。我那时候拍影片的时候喷太多，然后这个是涂在脖子后面凉凉的，这个卫生用品。这个是脖子凉凉环的保冷袋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冰它。这个环我跟妞妞各有一个，我们明天会把它装进去。再来就没有什么了，就是除菌纸巾跟卫生纸而已。然后购物袋，这购物袋很赞哦。这个购物袋是那个 Standard， 它是那个 Daiso 的品牌，超级赞的。妞妞也要带一个了。我会带这个是手机包，因为我背包嘛，然后我手机就会放在这。我会有两只手机，一只拍摄，一只是我的电话嘛。这可以放两只，非常棒。这是我在韩国的时候买的 Daiso 的。然后我还会戴帽子，这个是无印的帽子，我觉得它非常好用。然后我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喷凉凉的降温。哦，我的头就跟冰箱一样，冷冻库一样凉，好不好？超级降温的。我很喜欢这个包，因为这个包它其实电脑包，它这后面有个很深的口袋，你看可以放帽子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塞进去。然后这边是钱包啊，然后前面这边的话就是手帕、卫生纸。然后这个我会直接把它放在这边，因为我觉得我会需要使用的，我就直接放在背包里面。好，这就是我全部。来换妞妞介绍，你的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凡士林，这个很好用。然后有棉花棒，还有一些护唇膏。这是在哪里买的啊？好像是 Donki 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哦，所以这边是你的化妆品、保养品类。还有牙膏。然后这边是袜子。你知道我们这样拍的时候，还可以顺便检查你有没有漏带东西。这边是4双袜子，因为我们五天四夜，所以要穿一件带4件。这个要在这个中间的。这边呢？这里有口罩，还有湿纸巾。这是湿纸巾。那个是之前就 AirPods 掉下去的时候，到现在没拿出来。哦、AirPods 掉下去，大家有看吗？妞妞 AirPods 掉到水沟的那一集，大家可以去播放清单看，我们会放在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这个你要叫我带的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你就说你非常的想带，对，然后行李箱特别的空，我们就带了。你看那些死狗得个。真的这个好用，你看我们的凉凉物品带了多少。我们需要长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充电用品，这个是购物袋。
哦，对，哎，对，我也要带购物袋，我也要带购物袋，因为我们的包已经满了嘛。这是一个拆开打开之后会变成一个大袋子的购物袋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离子夹，它是 USB 的。然后这个是保洁垫，是你的小耳环。哦，这是护手霜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护色的。哦，护色洗发精，因为妞妞有现在要染头发。然后这是你的耳环类嘛？因为我们要去 Uni 吧，你看我戴这个。哦，这个是 Super Mario。它会不会往前掉、啊？往前倒，这个很轻的那个。然后这边是常备药，急救棒，对，也放在妞妞这边哦。因为毕竟出去四天嘛，所以我觉得防蚊液啊，然后一些感冒药啊，喉咙痛、鼻塞有鼻涕，然后过敏，然后这个是驱虫的驱虫贴纸跟手环，因为好像会有蚊子。我觉得这个去迪士尼的时候用，因为它那里比较多草。哦，那我觉得这其实不用带哦，我觉得 Uniball 那边应该还好。这是妞妞的行李箱，好 ，What's in your backpack？ 首先有一个鲨鱼。鲨鱼为什么要带？哎，你知道旧址要关了吗？环球影城的那个大白鲨怎么可以关？鲨鱼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关掉它？这个是防水的防水包，这样子很好拿啊，因为它这高度刚刚好啊。刚好，然后这里是防晒喷雾、然后这里就有一个位置给它。这个我要明天的行动电源放这里，然后我们家的钥匙。哦，对，还有钥匙，千万不能忘记。钱包，然后还有哦，你可以去盖印章，因为你现在有在收集这个，就是收集车站印章的那个小册子。然后这个便条纸，然后便条纸，这是什么？漫画，动森的漫画哦，日文漫画，所以可以一边。读书，你在新干线上要读的，因为我在新干线上面会。你确定你是会看？会，你是会看漫画，不是看手机哈？确定哈？那、后面的那个是什么书？哦，妞现在在准备三集哦，你有真的认真在看吗 ？OK， 好哦，那你要认真读。那你有没有带笔，可以做笔记用的？你有带铅笔盒？铅笔盒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，小的，这笔会不会太多啊？有点重哎，你要不要减轻掉你的重量啊？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凉凉环，然后这个是放那个 iPad 的。哦，你后面还放了一台 iPad， 哇，这你包会不会太重啊？不会啊。那下面中间有什么？哦 ，New Jeans 的笔。那还有一个，我觉得你带这两支笔就好了，不用带铅笔盒了啦。这里是防晒区。哦，你的雨伞是 New Jeans 的，然后安耐晒。然后还有跟我刚刚一样的小购物袋。还有这个耳机，因为经历上次飞。这种呢，我现在换了个壳，你知道，就是 AirPods 很容易飞出去，哇，然后这就会掉到水沟里，所以我换了个壳，你看啊，给它戴个安全帽，盖就不会掉。对，我真的摔过一次，没有飞出去，特别棒。卫生纸、吸油纸，又是一个 lipstick， 电车卡，还有这个急救包，没了。没了 ，OK。然后明天再买一瓶饮料 ，Perfect。这就是我们五天四夜的行李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之后的大阪之旅啊，会拍成几支影片，欢迎大家去观赏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个行李啦。对。顺便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，因为日本尤其是大阪真的很热，消暑的东西真的要特别准备。哎，你的 Uniball 手环呢？那个马里奥小香菇的手环呢？嘿、蛮久嘞，不知道跑去哪兒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一人拉一个小的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因为如果你要去电车站寄行李，你这种小的比较找得到，大的行李箱找不到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分享，可以顺便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如果你们要去大阪或是去哪里的五天四夜行李怎么整理啊？可以边看边 check 一下有没有带齐。对对对，然后像我裤子是只有带三条而已，因为我觉得裤子没有那么容易脏，我就会其中一两天是穿同一条。上衣我是有多带 ，Uniball 这一次会有那个喷水的，最好多带一件 T 恤在你的那个背包里面。饭店还有洗衣机啊，所以都还好，有洗衣有烘衣。我们就是很压缩，五天四夜，就是这么小的行李而已，超级轻量化的。这个在百君买的，也非常推荐，因为它可以勾包包，然后你看你包包就不会掉，这样就不会倒了，这样就可以拖着走。这就是今天开箱的全部。开箱你的行李吗？对啦，也是开箱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影片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、全部通知。对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影片的更新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七点到一片，周一直播都是小。对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喽。拜拜。拜拜，记得要去看我们的大阪之旅 vlog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是因为你的嘴巴很容易裂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夏天没破，夏天应该还好吧？这个是。他跟你看哦，他是你哎，喂，为什么会黏住？等一下，因为我把它挂在上面。哦。